这都是什么皮革啊？我们这都是那个意大利进口的皮革。它比较硬一点。对，它是植物油跟它比较硬。那它相对的也比较韧性。那它穿久了之后，它就会变松动感。应该如果要说创业，要从我们最早的时候是做所谓的师傅，就底部成型。那会创业是因为我们的那个产业面，那个时候觉得我们产业是刚开始要外移，那时候刚好外移，那整个产业面是不好的，所以说我们的工作量也会慢慢递减。好，最早是慢慢就会想说，那我为了以后要生存，我就必须要去学一些东西，让自己能力更好。最早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去学制板。那我学制板差不多8个月的时间，然后在那个过程就是我白天做师傅，晚上就是学制板。但是那段时间真的业界就真的不好，后来就是转换跑道。就去学，就是搁去做件的吼，赚好钱啊。但是咱感觉无好，咱就是啊，无来去食鸡啊，啊来去学做板啊，做板了，咱就去做样品师。样品师做做半当，吼啊来搁变做一个样品，做板师啦，板师。但是伫这个过程差不多1年多而已，迄间公司嘛是。收起来，来就是讲，就无头路啊，无变呐。迄时就是环境无好，所以讲咱就是选择无就是来创业。因为鞋子它本身早期是比较没有分，就是说都是从头做到尾啦。但是到我们这一代，其实它已经分开了。它鞋子它就有分鞋面的部分。鞋面做者，来他上了完这底部成型，那阮是做底部成型这个部分，人讲的种底塞啦，吼底塞就阮是阮咧做诶，阮是做底塞这个部分。我去学班啊，就是去学头上面这个部分，就是、说我要怎么去画这双鞋子，我要怎么去拆这个板，我要了解更多，我要从头到尾一双我都会做。由于父母亲及兄弟都从事制鞋业，陈君生从国中开始就加入家中制鞋的行列。然而随着传统产业的没落，为了增加本身的竞争力，他也开始学习鞋类制板，并在快30岁时于屏东潮州夜市摆摊卖起手工鞋。那我们最早去做的时候是因为不熟，因为我们从一个师傅，一个劳工阶级，你要上去，第一要找原物料啦，好，所以我们刚开始是找门槛最低的，就是找所谓的库存皮，好啊，就是第一次我们去，就好像是你都不懂啊，你去找人家买，我们去跟他买，可能就买1-2万块的皮，但是呢，对方就再举头拉苦来，那。傻眼，但是没办法，我那时候也是觉得说，人都一定再来啊，人都要卖你啊，要哪，你嘛是爱加卖个。但是其实那种库存皮就是一些皮厂它打掉的，攀岩呢，可能就是都有伤痕的，不能用的。那我们就是从那里买的，哇，完蛋的，买只坐礼拜，拢卖的，要哪，搁无钱，要哪，也是想办法从那里面去用手工去挑。挑可以用的，把好的地方，然后这个皮要怎么去把它做成可以卖，也可以，应该也要感谢对方啦。你那么多的不好的皮，那我怎么去把它变成可以卖钱的皮？就在那过程中学了很多，一定要去解决问题，一定要去解决，因为你要生存。我们第一次去做夜市的时候是，一般去摆夜市。我们先在家先把那个手工用画的，用自己慢慢做出来几双鞋子要去夜市摆，也没有带电线啊，就是灯具啦，也没有位置啊，什么都没有就去摆了。啊，就是说去了之后怎么办？黑龙伯啊，刚好是自己认识的姑姑啊，我老婆的姑姑啊，她就说啊，不好啦，边要好你摆，那我们就摆啦。啊，难道没有桌子啊？就是说。
在那过程中，就是因为年纪轻，什么都不懂，但是就是说我们就去尝试，然后那也还不错了，就是说，那当天晚上就卖了八双鞋子，好啊，就是说，都没有的情况下，没有电灯什么的，所以说就刚开始就从这样子一直慢慢的这样子做。那我们摆夜市也刚开始就是先做自己卖的，但是你的产品不够多啊，你可能你不可能一个桌子就只有卖这个款啊。那在开发 的过程中，它的成本还算蛮高的，那怎么办？我们就是选择，就是再去批一些所谓的一些夜市的一些鞋子来跟我们的鞋子一起贩售，那就卖他们的鞋子，然后我们在这过程中学习，让自己能够更加熟练，那就帮客人量脚啊，然后帮他看他喜欢，然后我们去想办法自己去学，哦，就是这过程是这样慢慢，然后再把夜市一般在卖的东西，就是把它慢慢的退掉，就全部就卖自己的，然后也是到了最后觉得自己身体好像不太好啊，哦，那因为颠倒嘛，你那个晚上做啦，白天工作啊什么的，哦，到最后就变成说不行，那要就开店。1999年，陈君生在潮州夜市以其个人化独特性的特点，打造出每一双客制手工鞋，而这份独特性也让他们开始累积基本的消费群。这两个字蛮沉重，就是生存嘛。你要生存，当然要跟人家不一样啊。那你的东西要做得比较好，你要让人家知道，所以说你必须要有自己的 logo。所以我 logo 啦，那个公司名称、工作室都是自己下去画、下去设计的。然后在夜市也是因为你要让人家知道你啊，当然你就必须要做一双，人家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没有看过，然后特别。好，就是说还是那句话啦，就是说，哎，你要记得我，然后你要跟我买，好，这样才能够生存。从一个单纯的制鞋师傅转换身份做起了销售，虽然辛苦，但是第一线面对市场，更能了解消费者想要的、需要的，也印证了那句老话：危机就是转机。2005年，陈君生在台南市开设了第一家手工定做凉鞋店。2006年，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品牌“脚丫子工作室”。通路跟品牌行销，其实它都必须要经过一段长时间呐。你说你花很多钱在短时间之内，如果你没有后面的时间所累积的一些故事，你并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效果。你可能你钱花一花就没有，因为客人喜欢你的东西，结果他可能找不到你的精神在哪里，他可能不会记得你啊，你是怎么起来的？你要有一个故事，所以说他需要的最重要是时间。你必须要有你的时间，你的历史。你说所谓的品牌，我认为像我们台南的一些小吃店，它做了30年、40年、50年，你跟我说它是一个在地品牌，我会认同。但是你说你只是花一些钱，然后你就设计几个 logo， 你就说你要做品牌，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不可行。Made in台南的脚丫子，从研发、设计、打样、制作，一直到行销包装，都由工作室一手包办，以舒适实用为诉求，创造出精致个性化的手工凉鞋。刚开始也是2款，哦，3款，那你明年还是要鞋展嘛，那一定要再做一些变化啦。所以说我们会慢慢的会有一些专一些像最早的可能是这一代啊，这一代很简单，就是一块牛皮一个鞋底，啊，上面就皮绳。好，再来呢，我们就延伸到另外一个款式，就是这类似这个款，啊，这一双好了，这个就是双密度的底台，这个也都是有专利的，啊，就是说它中间是软的，旁边是硬的。它是一双可以站得比较久的鞋子，就是说
它会保护我们的膝盖、脚踝，它就因为它太软的鞋子，它会走路的时候它歪来歪去，它支撑不够。它这双鞋子，它就是说，它就是类似我们的二代款，它就说它改良了这个平底的缺点。哦，除非是那个扁平足啦，扁平足这个是比较适合的。那这个它比较厚，它就可以耐久站，而且它支撑够，足弓。啊，所以说这双鞋子也是已经十年了啦，这个是我们有专利的，然后到今年也是快十年了，啊，就是说它也是反应非常好的一双鞋子。应该说我们会希望，我从设计开始我就要想到说，我们要面对那个现实，说我能做什么样的鞋子，我可以做的鞋子，然后我可以取得的原物料，然后我们再去做这些设计。那就好比说这双鞋子好了，我们希望它很特别，我们希望它很好穿，所以说它要符合人体工学。刚开始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像现在这个样子，它整个是有符合人体工学的东西。刚开始我们做的可能是都是这种平底的，那这双鞋子它就是它有很有个性，它很简单，它的线条很简单，穿起来很好看，客人穿起来脚就是有拉长的效果。所以说为了要让人家说，最起码你买我的鞋子，因为它的皮底它吸汗，它透气，它你穿了之后它会有你的脚型，你会觉得穿越穿越好穿。可能你刚穿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小，好像有一点硬，但是其实牛皮的东西它不会，它是皮革的东西，它是纤维嘛，纤维你再穿它，它会软化，所以只前几天你会觉得硬，但是穿几天之后就不会。我会强调说，东西当然最开始是所谓的人体工学嘛，那就是原物料的选择。那像我们都是坚持说用皮中底，那为什么要用皮中底呢？它的吸汗性是最好的。我们在台湾其实它就是很多人都是会流脚汗，那牛皮它就是说它我们都是手染的嘛，手染就所谓的它就没有上漆，它没有上漆你遇到水汗水它是会吸它就会排，那所以说它看起来就是很原始，所谓的原皮，当然它就会看到一些所谓的瑕疵，可能一些虫咬啦什么的，所以它是很天然。那当然就是说它的好处是这样的啊，如果说你如果说今天你要让它更好看一点，你可能就是要上漆。嗯，就是说牛皮他们在做过程中它有分上漆跟没有上漆，那一般的话比较高档的东西它是不上漆的，它就是没有去磨它，因为牛皮它表面就是很多的毛细孔，它就是会有吸湿排汗的效果，那你为了要让它好看，你可能就把它磨掉了，那磨掉你在喷漆的时候它整个就是跟合成皮一样，所以那是比较好看，但是它就不自然。那我们的东西你可以看它每一只大部分都颜色都会不一样，你如果看的话大部分都会不一样，颜色都差蛮多的。这个是我们做到最后的一个底部成型，那这个就是意大利皮绳，也是我们自己公司，我们脚踏子工作室自己开发的皮绳，它很强韧，它才可以做成这么细。
那它有很多的步骤啊，做到这里就是算是已经快要完成了，做一个底部成型的动作。因为它的皮绳的部分，它看起来用料很省啊，就是说，但是它在这么少的一个用料，它的支撑性要够的话，就是要靠它本身它的皮质的强韧度。你如果说它的强韧度不够的话，你这样子穿，可能它要支撑你一个人的重量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基本上它还算是一种蛮特殊的材质。我们在做这双鞋子，它最主要它还是必须要贴楦。那其实每个人的脚都有大小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客人都会觉得说，哎，这个鞋子怎么大小？其实大部分都是每个人的脚的大小不一样。那其实我们都是还一样要有辅具，那个辅具啦。就像这个楦头，它本身也是说我们在开发的过程中，它也是一直有在试穿，那怎样的肥度刚好，大比较适合大家可以穿。那我们工作室就是，如果客人的脚它比较宽或者它比较瘦的话，我们在这个部分就可以去做一个微一些调整啊。如果说他的脚比较宽，他可能要穿43号的楦，那我们就用43号下去做成型，那它就会比较宽。那底部是41号的，那它是没有变，就是说我们在制作的在这个部分就可以做一个微调的动作。那在敲打这个是在让它接触皮肤的时候，接触脚的地方的时候会比较舒服一点，它的那个磨合期会比较短。一双鞋子的诞生真的要经过许多道手续和功夫，不同于一般市售凉鞋冷冰冰的感觉，职人手做的手工凉鞋包裹了手做的温度与职人投注的情感，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处理得一丝不苟。虽然手工凉鞋与包鞋相比用料更省，但需要的制鞋技术却更高。为了制作出一双合脚的好鞋，就必须拥有对鞋子细部精准的经验判断，再经由繁复工序与细微手感，才能成就出一双好的手工凉鞋。手工鞋它其实它跟机械的大量生产的东西，它就差在它的那种温度那种感觉。你消费者他看到这双鞋子，然后他其实他没有办法去解释啦，但是他就他可以用感觉得到，哎，这双鞋子它就是跟人家不一样。那皮革的东西，即使消费者可能会说啊，你这不敢鞋，但是他就是喜欢。那种感觉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形容说，这个牛皮它就是那种天然，就是它散发出来的自然的光泽，它就会吸引你。那一般手工鞋它所采用的皮革就是这一种比较天然的，比较就是原汁原味的。基本上每个人的脚型不一样，它支撑点不一样。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牛皮的东西它是可塑性的东西，它你如果说把它凹成这个样子，它就变这个样子了。就是说我们在穿的时候，就是说你今天我的脚这里可能比较高，我把筋它就变成这个样子，它就符合你的贴你的脚，那支撑就够了，它就比较不会有痛的感觉。它是可以微调的，这么小的一块皮它支撑你一个人的重量。那如果它不特殊它怎么做，你今天你要去找什么样的材质，你才能够做这么简单的鞋子？那基本上它材质就是一个，我们这个是一个，这个是意大利原装进口的一块牛皮。那我们因为取得这块牛皮，它的强度，那我们才能够去设计这么细的一双鞋子出来。但是它的原物料就使用就很少，但是它的工就很多。就好像上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皮扣，它并不能像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那个一个圈而已啊，我就直接打一打就好了。
其实它的强度是很高的，就好像它的密度很高，你要怎么做的这么小，而且中间还有一个洞，它没有办法一次成型，它要做两次，它可能就是先把一个洞打起来再打里面那个洞，所以它很费工，而且它的密度很高，它很容易断啊。你看这些工，而且它皮料，你会觉得说那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小，那基本上这些基本上你就没有那么容易去做它，但是它成本是少的，它费的是工跟它的技术。如果整个把它做下来，它必须用一个很大块的皮，如果把它延伸下来，但是我们像这些都是一些小的巧思，我们会做一些小的专利在上面。好，一些小专利，可能我做一个延伸啊，我可能我加一块皮，我就做个延伸。第一，它又好看，它好穿，而且它的废皮就比较少。像这个，很多就是这个型，它可以摆，它就是说我这样子摆，我会比较皮料会比较省，但是我要多一些巧思在上面。好，我就可能就是说，像这一块皮，这个都是意大利的皮，它就很厚啊。就用了呀，那边派我们里面，你如果到处看都有一些废皮，那都是一些裁下来的剩下的皮，像整个后面那张那个墙也是整块都是牛皮，那都是一些我们裁下来会有一些废料下去组装的，那我们就动这些小吃。所以在西门路的门市中，可以看到脚丫子独特自我的鞋款风格，融合了传统技术和优良工艺，又能打破常规。色彩新颖夺目，细节更是颇具巧思及细腻。那这只是我们最早的一只底台，那是平底的，然后它牛皮，它就是中底，就是牛皮，然后它没有上漆，它做一个压纹的动作，它有一点纸，就比较不会滑，它有纸滑的作用。它呢，就我们的特色就是说都是皮绳。那都是皮制品，像这个都是意大利的牛皮下去做一些皮珠，做一个点缀，比较活泼一点。那我们的巧思有一些像是做一些小的一些配件，那这个配件呢，就是说客人第一他可以固定，他这样穿，他也可以这样子穿，当然他如果这样子穿久了是会塌下来没有错，但是基本上就是说他是拖鞋，但是如果说他有的时候需要这样子穿的时候，他还是可以这样子穿啊。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后来是有考虑到一些人体工学的部分，我们可能就会做成这个样子。它就是一个微足弓，它是有一点微足弓，那它可能做的是比较秀气一点，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是比较薄一点，它的根是坐在下面，做一个修饰的动作，让它不要一只鞋子看起来很大一只，这样子看起来就比较不会很大一只，这个都是，它是属于后踩的，它是可以这样子穿，它可以踩着穿，那一样它的特色就是它是整块牛皮的，整块牛皮就比较不会磨脚的问题，比较不会磨脚的问题。那所有的接缝我们是外露的，那为什么要做外露呢？因为你外露里面它是平整的，它里面是平整，它就比较不会磨脚，里面是平整的就比较不会磨脚，你如果说你的接缝在里面，它就会比较会磨脚，所以说这都是我们在设计这双鞋子所使用的一些小的巧思。市场那么小，我们要想办法生存，所以我们可能要制造啦，要设计啦，要行销啦，可能我们要开门市啊，可能我们要网站，那你必须要迎合市场，那你也要做改变，那因为我们小，所以我们可以改变，所以我们网站也都开始要上线，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那很简单，就是说这个鞋子目前市场是可以接受的，包括他们日本人，他们有一些厂商，他们也喜欢，那他们也愿意让这些东西外销到日本去。那在台湾也有很多的我们自己的粉丝啊，我们的客人，他们也蛮习惯我们的产品，那我们还可以生存。虽然国内传统鞋业正面临着困境，但是为了打赢生命中最重要的生存之战，陈俊生以积极不退缩的个性，努力地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除了参与国内设计展，
并106年荣获了台南百家好店的殊荣。接下来，他们要走上国际的舞台，也让全世界都认识这个来自台湾台南的手工鞋品牌。